师傅，我们要投降吗？哼，你说呢？我觉得不太合适，师傅。当然不合适，你我二人怎么能投降于秦庭嘛？ 来人！回船上去秦两尊神武将军来。是。今天，纵使你们有天大的本事，也插翅难飞。还是那句话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退一步海阔天空嘛。是将军啊，不如这样，咱们冰释前嫌。 你回归台湾，与吾等一起完成恢复前朝的大业如何呢？哼，痴人说梦。我再给你们一刻钟的功夫，你们好好想一想，否则别怪我施某人无情无义。施将军啊，您回头看看，嘿，一把破伞。 要杀要剐，随你的便，少啰嗦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要装英雄是吗？陈金山，这个人死不足惜，杀了他！你给我闭嘴！杀人不能解决问题。陈金南，快杀了他！你住口！他杀了我全家！哼，我要替我的家人报仇，我有错吗？ 我真想现在一刀就杀了你！我看你是不是有脸去见国姓爷？来，杀了我吧！我倒是要看一看，到了阴曹地府，是他国姓爷没有脸见我师郎，还是我师郎没有脸见他？陈总舵主，杀了他！施将军，你若能重归国姓爷麾下，我今天可饶你性命。 陈总舵主，你怎么也这么啰嗦？你要不要动手？你不动手，我来。是。我现在命令你，把他杀了。二公子，施将军善于用兵，留他性命对我们大有裨益。我去杀他。陈真师，多谢不杀之恩。 快走！陈近南，你向着这个反贼，难不成你是想投靠秦庭吗？这么多年了，还要再自相残杀吗？好啊，今天咱们就新账旧账一块算。 师傅仁义啊，看出门道了吗？什么门道？以我师傅的功力，想杀了这四个小跟班，就如探囊取物一般。可是他并没有，只是将其打晕，夺人啊！哎呀，看来我韦小宝真是没认错人。
林南，你个叛徒，死不足惜！哼！师父，二公子。 算我师傅，今天我就宰了你！呀，我匕首呢？上！呀！哎哎哎！你干什么去啊你？我要去你冲！哎呀，回来呀！这么短，够不着谁呀？ 爹，师傅，陆东，师傅，别怕啊，有小法在这陪着你呢，不怕啊，没事。 陆正，你要入你们入吗？我要在这儿陪着师傅。师傅，没事，快走！我要陪着师傅。走，郑可爽，你给我等着！我非打死你不可！我刚才是没有那个兵器，如果有兵器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 我刚才只是没有找到兵器，我要是找到了兵器，你绝不是我的对手。哎，师傅，你这说的可以啊，就算烧不死他们，也能熏死他们。 找死！你这臭丫头！哎，师傅！明白，师傅。方大哥，去看看师傅。 师傅，哎呀！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知道。火枪。那知道现在该干什么了吗？啊！怪事！男儿膝下有黄金，迫不得已，柯伟新。 我就跪了，双腿儿，双腿儿的，是不是这就跪了？跪下，跪是应该的。双儿，这儿呢，接枪。 记住了，他们谁敢动一下，就轰了他们的脑袋。放心吧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你死的好惨呀，师傅，师傅。 我就说嘛，师傅福大命大，造化大，一定不会死的。
山姐姐，你想想办法，救救师父好吗？你师父受的是致命伤，没有救了。不是，你们这咱们神龙岛不是有好多那个灵丹妙药的吗？你都拿出来呀、啊，拿出来给他服下呀、啊。你能大点声吗？那都是骗人的。什么？师父有话跟你一个人说。师父，您说，我听着。人总有一死，师父一生为国为民，无愧于天地。我死，你不必太难过。一定要替为师担起恢复江山的责任。师父，我担不起。只要你无愧于心，天底下的英雄会追随你。我师父，小宝这辈子只想替师父做事，我就想让师父好好活着。哥，军师，你闭嘴！现在就杀了你！小宝，或许你有答案于我，姐姐不肯杀他的骨肉，我可以不认，我不能不依。不要死了，你万不可坏我忠言，懂了吗？听我话，一定送他，送他回看我。要不我死不瞑目。师父，你别瞎说，我一定不会让你死不瞑目的，我答应你。最后一句。师父，那是说呀，最后一句，那声儿太小了，我们一个字儿都没听见，能不能大点声？小宝，你师父已经走了。我知道，我看出来了。啊，哥哥，哎，女的。把这个郑克爽给杀了！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王哥，你不可以杀我呀！你不听军师的话，就是不忠。张二，接枪。多谢宝哥不杀之恩。婴儿，我不杀你，我听我师父的话，我韦小宝这辈子说到做到，但是你得还我钱。啊，你还欠我一万两银子呢，你不记得了吗？还，现在还。现在没有钱啊，宝哥。现在没钱，没钱好办呀，那就拿肉还。肉肠，哎，一片肉一两银子，刚刚好，一万片。五哥，你等我回台湾，我十倍、一百倍的还你好吗？还想回台湾？啊！起来，宝哥，你相信我，你让我回台湾，我一定十倍、一百倍的还你。你相信我呀，宝哥？我凭什么相信你？阿珂，阿珂做担保。
凭什么让他做担保？我把阿克抵押给你，就1万2银子。我又不是你的，凭什么抵押啊？宝哥，你看，我现在大难临头，这个女人对我无情无义，我不要她了，我把她抵押给你，就1万2银子，我们互不相欠，好吗？你给我闭！叫我福田。没事吧？成交吗？闭嘴！成什么交？成交？她是我老婆，轮得上你把她卖给我吗？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情？你们都是什么好东西？我告诉你，你个郑克爽，你居然敢躲我！你趁着我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你还啰嗦什么？说呀，你怎么能让一个孕妇去跳海呢？孕妇，她怀孕了。她刚才都约了。阿珂，你等等我。阿珂。阿哥，哎，阿哥，放下！我不想看见你。哎，阿哥，你不能去死啊！阿哥，你巴不得我死。啊，不是，我死了也不能让你死啊！哎呀，你别伤心啊！刚才，我跟那个郑克爽也是话赶话，你说。从我心里，我怎么可能把你当成可以买卖的东西呢？而且你也不止那个价嘛。那我什么价啊？无价。什么价？无价。你怀孩子了？阿珂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有我在呢。我知道你平时很烦我，可是我不同，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好吗？虽然我很讨厌孩子他爹，虽然郑克爽这个挨千刀的很可恶，可恶至极，可是孩子是无辜的，你放心，你把孩子生下来以后，我养着他，他跟我姓，我一定会对他好的。我不光对他好，我还对你好。我对你们娘俩都好，这辈子我养着你们娘俩，好不好？喂，你为什么还不信我啊？啊！孩子是你的，早跟我说呀！放开我！说，你嫂子没事了吗？我跟你说呢。好了，看你不生气了，给我师傅磕头。陈军师，跪下！你大仁大义，为我郑家出力甚多。等我回到台湾，一定为你立庙纪念你的功德。宝哥，那兄弟告辞了。让你走了吗？宝哥，你不是说好答应放我走的吗？
我答应我师父他老人家呀，饶你一命，但是我没答应放了你。你把我老婆卖给我，是你傻是我傻呀？啊，天底下有这道理吗？那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哎呀，你不是喜欢卖吗？那就卖呀。这样，我把你娘卖给你，要你100万呀。我再把你郑王爷卖给你，要价也是100万两。我再把董太妃卖给你，100万两。我再把你姥姥卖给你，左手40万两，右手40万两，加在一起80万两，粗粗一算，整整380万两。就当我欠你380万两银子，我一定还给你。那你写个欠据。好，我写。这样。看见了吗？这是我师父的扇子，这面什么都没有，写这面。那宝哥，你有笔吗？笔有啊，拿手拿来。笔在这儿呢。宝哥。来了，姐，钱姐姐，帮我再检查一遍。好。欠银380万两，郑克爽，手印。非常好。滚。就这么放他走了？那我能有什么办法？答应了师父，饶他一命。站住！韦香主饶了你们，我可没饶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小子，你出尔反尔，言而无信，还对得起那个坟头里躺着的还没凉透呢，你知道吗？干嘛呢这是？啊，你一会儿让我们走。一会儿又不让我们走，不是怎么了又？相主，郑克爽这小子害死了总舵主。相主，您受了总舵主的一命，不能下手。我可从来没见过什么郭庆爷，总舵主这一命也不是跟我说的。啊？啊？你说什么？哎呀，海风太大了，我听不见呐。你想干什么就放手去干嘛，对不对呀？不要什么都来问我，你们已经长大了，人呢要学会成长，知道吧？好。你过来啊。相主，我有一件事忘了跟你说了。你说。我打不过他们。那你跟这张牙舞爪，你演给谁看呢？你赶紧让人家走吧，啊，别添乱了。哎，相主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，事关重大，咱们进一步说。啊，行行，走啊。来来来，您坐着啊，您坐着，坐着，王大哥一看。哎呀，这不行，哥，算了，不是，咱们有事还是站着说吧，这个太邪了。韦相主，皇上让你杀陈近南，你不肯，自己逃了出来，可见你是多么的义气深重啊！江湖上的英雄好汉，人人都十分佩服。那倒谈不上，不过有情有义，确实是我韦小宝的为人。可是师父，
是我大老人家，还是死在了我的眼皮底下，我却无能为力。总舵主是被郑可爽那小子害死的。不过，皇上交给您的差事，那也是办到了。哎，冯大哥，不是你怎么一口一个皇上的呢？是你？对呀、啊，我就是我呀。我皇上的老人家呀，其实把好多事儿都告诉我了。既然如此，那韦大人为什么不按皇上说的做呢？哎呀，冯大哥，你想想啊，兄弟我呢是抗旨在先，那可是杀头的大罪哦，皇上能饶得了我吗？我现在呀也是无法回头了。哎呀，所以机会来了呀。皇上心中最想杀的就是台湾的郑经啊，咱们把他的儿子郑克爽送去京城，皇上这一欢喜，韦大人，就算是你有天大的死罪，皇上都能赦免得了啊。冯大哥，这件大功一立，恐怕你又得升官吧。你现在什么官位？说来给弟弟听听。皇上恩典，赐了卑职当都司。厉害厉害，皇上亲自提拔。嗯，孟大哥自然是与众不同啊。哎呀，厉害厉害。走吧，咱们即刻启程，押他们回京。走不了了。为什么呀？飘走了。哎呀！冯大哥，你也别发愁了，人呢也走了，他们也不可能再飘回来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呀，咱们呢也有些日子没见喽。要不这样，咱哥俩好好喝两杯，去去去，走！哎，别啊！韦大人，还有一件重要的大事。什么大事啊？现在陈近南一死，天地会的人多半要推举您为总舵主啊，到时候，咱将十八省各堂乡主、各处重要头目，调到一起，说是为陈近南发丧，到时候，一网打尽。哎，韦大人，您当了总舵主，才能真正的斩草除根，永远绝了皇上心大患。哎呀，这是大事。这是大事，咱们从长计议，从长计议。嗯，为什么从长计议啊？不是你想啊，冯大哥，你想啊，你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啊？你现在这党上不光是我，我要走我就拖家带口，我有七个老婆，七个的老婆不说，他有三个肚子里还怀着我的孩子，还有一个是咱公主，哇，是不是啊？你说你让他坐船颠颠的晃晃荡的，回头再把他胆汁给吐出来，跟皇上那怎么交代？是不是？所以啊，此事重大，咱们呀、从长计议、必须即刻启程，必须从长计议。哎，干嘛？你还要胁迫我呀？是。相公，相公。相公，相公，你们别过来！方大哥，你疯了吗？没错，我就疯了。我要是真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就对面，对面这些女的呀，谁都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要是落在他们手里，那你可就是真的疯了。啊，别人我先不说啊，咱们就先拿全姐姐打个比方吧。他那些蔫死坏的毒招啊，你又不是没听说过。你要是真落在他手里，那可是真疯了。生不如死，生不如死。闭嘴！双儿姑娘，把枪扔过来。你要是不听我的，我现在就杀了他。一、二、我敢。懂吗？你们后退三步，
别过来！拿着！哎呀！别动！别过来！你，我过来。你们把箭都放下，放下！赶紧把箭放下，放下！夏琳的眼睛，这是箭吗？在你手里就是箭，放下！怎么少了一个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六、七。为什么我的不响啊？你死了，我再告诉你。啊，那我先死吧。为什么他那个要响，这个不响啊？因为他忘了扳机锤。哦。打完后面打前面。死了，彻底死了。陈近南死了。此乃臣亲眼所见，千真万确。好，但臣实在无力阻挡冯锡范与郑克爽逃跑，请皇上恕罪。不打紧。见到韦小宝了吗？臣并未见到。赵良栋、王进宝，你们可知罪呀？臣罪该万死。朕让你们去捉人，你们却去放人。请皇上恕罪。怎么恕你们的罪？砍了你们的脑袋都不为过。可是朕偏偏不砍你们的脑袋，砍了你们的头，倒成全了你们仁义的名声。朕听说韦小宝出了海，那你们就从南到北一个岛一个岛的把他给朕找出来。这这快点快点快点滑快点滑快点滑。来者何人？莫非是韦大人？韦大人，你跑不了了，抓住韦大人！啊！
我要吐了！王金宝，你这是套路，满满的套路！你这招叫引蛇出洞，我看明白了。属下也不知道韦大人在这岛上。说，是不是皇上教你的锦囊妙计？嗯。那日皇上得知韦大人避难到了海外，便派属下一个岛一个岛的挨次搜寻，上岸以后按照圣旨来呼喊韦大人。这天底下吃我最死的还是皇上。停，你们转来转去把我相国都转晕了，再转我把你们都宰了。你参见公主。皇帝哥哥派你来抓我们的。啊，公主误会了，皇上只派我寻访韦大人，不知道公主也在这岛上。谅你也不敢抓我。是。让你站起来了吗？是。属下已经寻访了韦大人三个多月，寻了83个小岛，今天在这里见到韦大人真是高兴。公主殿下，哎，韦大人，韦大人，韦大人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大人大人的了，好不好啊？我犯下了重罪，你们每一个人心里啊都门清似的，所以呀、啊，你就别假客气了啊，就这么着吧。啊，皇上的意思，您听完圣旨以后，自然就明白了。还有圣旨？是啊，还是请温公公宣读圣旨吧。他也来了。韦大人，那咱们开始吧。请。韦大人接旨。哎哎，韦大人，你还着急跪呀？让。韦大人接旨。哎，韦大人，别着急跪。不是，怎么不着急跪？这不规矩吗？这是。哎呦，我见您太激动，就给忘了。皇上让您站着接旨，不许跪拜磕头，也不许自称为奴才。为什么呀？皇上就是这么吩咐的。为什么这么吩咐啊？您话太多了，韦大人，他让您自己看。你这不逗我呢吗？我那，我看我也看得懂啊，我不识字儿，你念吧，你念吧。皇上吩咐，这个只能看不能读，您看了就知道了。哦，好吧。哇，喂，哇，这够长的这个啊，这什么东西？这画啊，这是。你帮我一下好不好？我看看，对，哎，这样就能看了。Thank you.
坏了。啊，皇上太圣明了，知道我哪儿软就戳我哪儿，知道我眼窝子浅。你看，你看这只泪痕吧，皇上眼窝子也不深，他也流眼泪了，是，他也哭了，是，我是一幕幕。就是风有点大，其他的都还行。大人，您先别难过，这封是皇上给您的密旨。啊，好，你帮我拿好了。好。这还是你来吧，我一个字不认识。那我就给您念了。啊，生在万花丛，长在香烟中，满眼尽是姹紫嫣红。一朝入江湖，忽遇忧患风，不辨是你风情万种。双眼秋波松，你浓我艳容，柔情蜜把你包拥。踏遍天涯路，停靠你怀中，漫漫人生最美是相逢。都说你也是英雄，刀光剑影拼不出你的梦。富贵荣华一场空，何惧命运来捉弄。谁说你是英雄，繁华背后只有我最懂。天荒地老情最重，古道斜阳风影相从。生在万花丛，长在香烟中，满眼尽是姹紫嫣红。一朝入江湖，忽遇忧患风，不辨是你风情万种。双眼秋波松，你浓我艳浓，柔情蜜把你包拥。踏遍天涯路，停靠你怀中，漫漫人生最美是相逢。都说你是英雄，刀光剑影拼不出你的梦。富贵荣华一场空，何惧命运来捉弄。谁说你是英雄，繁华背后只有我最懂。天荒地老情最重，不到斜阳风影相从。